爱撒谎骗人的唐三进去吧。不要啊！爱玩游戏不爱学习的小五，你也给我进去。不要啊！爱打扮臭美的千小雪，你也快给我进去。乖宝宝训练营已接收，训练期间不准家长过来见面。我们才不会来，终于把这三个不听话的孩子送去乖孩子训练营了，我们可太开心了。就是就是，那我们快走吧。妈妈，不要丢下我们啊！唐三太气人了，考试考了59分，非骗我说考了100分。我家小五更气人，天天放学就知道玩游戏，把家里弄得吵死了，现在终于清静了。要说谁最气人，还得是千小雪，天天就知道穿好看的衣服，戴好看的发卡，还化妆，一点都不像个学生，现在真是眼不见心不烦。好了，都到家门口了，我们就回家吧。唐三唐三，我饭都做好了，快过来吃呀。怎么没有人答应呢？唐三唐三。眼睛妈妈，你别喊了，唐三已经被你送去乖孩子训练营了。没有人陪我吃饭，好孤单啊。妈妈，你做的饭真好吃，喵喵喵。孩子你爱吃就多吃点。我给妈妈叫我最爱吃的肉肉，妈妈你快吃。好想念我的唐三啊。小五小五，走，我们去游乐园了。小五小五，人呢？小兔妈妈别喊了，你不是把小五送乖孩子训练营了吗？没人陪我去游乐园了，小五在的话一定很开心去游乐园的。小五，走，去游乐园玩了。我要去游乐园，我最喜欢去游乐园玩了。小五，我好想小五啊。千小雪千小雪，走，我们一起去逛街了。千小雪千小雪，你去哪了？别喊了别喊了，千小雪被你送去乖孩子训练营了。那谁陪我逛街呀？千小雪，走，我们出去逛街。好呀好呀，我最喜欢陪妈妈逛街了。千小雪不在家，都没人陪我逛街了，好想千小雪呀。好想妈妈呀，妈妈们什么时候能带我们回去啊？善良的小朋友们，抓紧点击红色爱心按钮发送111，通知我们的妈妈带我们回去吧，我们知道错了。贝利亚，我们想把孩子接回去。不行，训练营时间还不到，不能接回去。贝利亚，我们太想念我们的孩子了，让我们看一眼吧。就是，就让我们看一眼吧。贝利亚，拜托你了。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不完美的，我们需要去引导，去呵护，这样他们才会变得越来越好。我们知道错了，就让我们见一见孩子吧。训练期间不能见面，但是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我要不要破例让小五唐三千小雪出来接他们呢？要的话就发送小花花，不要的话就发送狗头吧。